是，如果我没猜错，我们应该是穿越了。不过，具体穿越到什么时间，我也不是很清楚。穿越了？这么说，我们回到了高山岸的时候？有这个可能？那也就是说？ 我妹妹和徐磊他们现在还没……别说这些没用的，我现在只想知道长生不老药在哪儿。这个我也不知道。不是你找到的线索，不是你把我们带到这儿来的。现在你告诉我，你不知道。这个我确实不知道，因为我不知道穿越就是长生不老药，还是说我们？ 应该穿越后才能找到长生不老药。笑话，穿越怎么可能是长生不老药呢？既然是药，那就该有个药的样子。而且，我和叶海从清朝穿越而来，如依你所言，那我们现在岂不是长生不老了？那这么说吧，我们是21世纪的热血小青年。 而你们呢，则是清朝的人。从外表上看，我们虽然相隔100多年，但是年纪也差不多嘛。所以，按理说，你们已经是长生不老的状态了。妖言惑众，看我不杀了你！衙役，住手！叶海，你这是要与我为敌吗？我只是不想让你再滥杀无辜。 他们只是普通人。好，很好，哼！我准备先回酒店看看，叶海你呢？是跟我一起，还是去找长生不老药？ 我和你先一起回酒店吧。哟，十连鱼竿，还有鱼，十连鱼竿都不要了，管他呢，先拿来再说。今儿晚饭有着落了，走嘞。 Hehehe
回酒店吧。我去把你酒店有鬼。啊！谁叫你不听我的？啊，为什么不听我的呢？谁叫你不听我呢？活该。大家加把劲啊，前面就到了。来，大家加把劲啊，前面到了。你想好怎么和你妹妹说了吗？但我一定要去救她。既然上天已经给了我这样一个机会，我就一定要把握住，绝不能让我妹妹、徐磊、高宇、依依他们再次这样无辜的死去。那你想好怎么和他们说了吗？那里可是还有另外一个你自己，他们会相信你的话吗？要不你先和我一起寻找长生不老药。不，我一定要去救我妹妹她。至于办法，想想总会有的。总之，就算有一丝希望，我也要去做。我知道我接下来说的话可能有点匪夷所思，但请你们一定要相信我，我俩都是来自三天后，而在这三天里你们都会被这岛上的一个僵尸所害死，所以请你们一定。停，您说我们死了，那您先说说我们是在哪死的，怎么死的呀？高宇，至于你是怎么死的我现在还不清楚，但是依依就是因为你们到水里去玩，僵尸突然出现把她害死的。得，总而言之，你就让我们俩现在回酒店呗。对，
这主意是刘万鹏想的吧？不过说实话，这办法太低级。那什么东西啊？啊！快走，小妹，走啊！去哪儿啊？去找小燕和徐磊，然后一块回酒店。您真当我们相信？可是刚才我们已经被袭击了，难道你们还不信吗？哎呀，那是刘万鹏找的群众演员而已，你真当吓住我们了？我们都跟你一起演戏，陪你玩呢。你也不想想，叶海就跟我说是穿越过来的，你又说你也是穿越过来的，你觉得我俩会当真吗？好了。酒店呢，我们是肯定不回了，拜拜了你，走吧。高宇，依依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叶海呢？导游，慢点，慢点，慢点。我跟你说，我在这儿是因为你现在看到的这个我，是从三天以后穿越过来的。什么？这三天里，我妹妹、徐磊、高宇、宋依依，他们都被一个水里出现的僵尸杀死了，所以你一定要帮助我，救救他们。你说你是三天后穿越过来的，开玩笑呢吧？我没有开玩笑，其实你也和我们一起穿越了，只不过穿越之后出现了一点意外，我们和穿越之后的你走散了，要不然，要不然什么？你不会告诉我，我会遇到另外一个自己？你也不相信我？唉，让我相信你可以。你先回答我几个问题。好，你问。首先，按你说的，我没死对吧？对。那我们找到长生不老药了吗？没有，我们只是找到了线索，结果按照那些线索就穿越到了现在。那最后一个问题，那是谁先死的？在哪儿死的？最先死的是宋依依，她是在水里死的。当时她和高宇正在水里玩，僵尸突然就出现了。那这样吧，我去湖边看一下你说的是否正确，这样可以吧？好吧。走，注意安全。去山上，去水边呢？
咱不都说好了吗？一起去山上玩。你怎么突然想去水边了？这不刚才赵小飞说的，挺有意思的。想想，在水边。高宇，难道赵小飞说的是真的？有意思，有意思。醒了，你怎么来？赵小飞让我来的。赵小飞，别和我提他。要不是他和我们提水中，我们也不会去湖里。依依也不会死，都是他害死了依依。你这说的都不是重点，重点是我们看到了三天后穿越而来的赵小飞。这也就说明长生不老药真的存在啊。当然我知道依依死了你很难过，不过女人如衣服，没了这件再换一件就是了。而我们主要是找到长生不老药，然后天价卖给那些有钱人，我们就发了。到时候你想要什么样的人就有什么样的女人。我没你讲的那么难，我只想给依依报仇。你报仇可以啊，这跟我们找长生不老药不冲突。告诉你，明天咱们就这样吧，包抄他，围着他，钉钉钉死，就干干。可以，那就可以吧。可以吧？Thank you.
你快放了他！放了他？可以，但是从明日起，你必须和我一起去寻长生不老药。长生不老药，你一人去寻便是。为何要苦苦纠缠，非要让我与你一同前往？我一人之力，恐怕难敌将士，所以你必须跟我一起去。嗯，好，我答应你。小飞，你没事吧？僵尸，我带赵小飞先走，叶海，你断后，走，走。别这么看着我，叶海那小子就算不敌僵尸，要逃跑还是能做到的。而且现在你应该庆幸还有资格做人质，要不是叶海喜欢你，你早就死了。谢谢你啊。哎，甭客气。对了，你是哪个刘万鹏？和你一起穿越的那个。那我们分开之后你都去哪儿了？我怎么一直没见过你啊？还能去哪儿？当然是去找药去了。至于你没见到我也正常，我这不是被黄明逼的只能偷偷摸摸的找药了吗？要是随便都能被看见，那我估计早死了。对不起啊。你说什么对不起，跟你又没关系。行了，甭说这些，咱们赶紧早点走，找个休息的地方，明天好找药。我不去找长生不老药了，我要去救我妹妹还有徐磊他们。我劝你别去，
虽然我们穿越有了更多的选择，但是蝴蝶效应听过没？如果你去救他们，就会触发一系列的连锁反应，说不定能把我们都害死的。但是你想过没有，你说的这些都只是如果。我要是不去救他们，等待他们的就只有死。世人都会死，既然穿越之前他们都已经死了，这就是他们的命，他们该死。况且你妹妹和徐雷背着你给我搞到一块儿去了，这种人你都救？我说你是不是傻啊你？那你就当我是傻子好了。总之，我一定要救我妹妹。就算最后我妹妹还是要死，那也只能是老死在病床上，而不是死在这儿。合着我刚才说的都白说了？道理我都告诉你了，就一句话，能不能不去？这是你逼我的，别怪我。要干什么？干什么？防止你去做傻事吧。救你们的。不能这样下去了，一定要找个人帮自己。对了，高宇。
小燕儿，谁？姐，小燕，姐，小燕，小燕，你和徐磊的事我原谅你们，而且现在徐磊我也让给你，我只有一个要求，你现在必须马上跟我走，要不然放开我。要不然怎样？从小到大，你学习一直比我好，做人你也一直比我好。就算买礼物，爸妈也是给你买的多。什么事你处处都要压我一头？凭什么？我哪里比你差了？再说，现在的徐磊，我需要你让吗？需要吗？那是我自己争取的。好，我知道，小燕，我不是那个意思。你现在必须马上跟我走。我就明说吧，我是从两天之后穿越过来的。如果你现在不跟我走，你会死的。夜海穿越，现在你也穿越，拜托，撒谎用点心编个像样的理由好不好？还说什么我会死？你是不是巴不得我早点死啊？不就是抢了徐磊吗？不就是赢了你一次吗？你就这么诅咒我？不是，我说的都是真的，我真的是穿越过来的。而且当时你就死在水边。真的没有骗你。
我吃死你！不让我去湖边吗？我偏要去，看我怎么揭穿你的谎言。你回来了，没受伤吧？你怎么又和黄明走到一块儿了？我和黄明同属于大清的将士，在一起100多年了。他想找到我，再容易不过。那接下来呢？你和黄明一起去找长生不老药吗？你自己一个人在岛上，我有些不放心，所以我想把你的事情办完，送你离开，再去寻长生不老药。谢谢你。不必如此，你对我有救命之恩，这是我分内的事情。那走吧，我们去找小燕。是你，你还有完没完？我只是想救你，小燕。我不需要你救，如果我真的死了，那就去他的。可是你死了，你让爸妈怎么办？爸妈？他们不是还有你这个他们的心头肉吗？而且你口口声声说我会被杀死，可是为什么我到现在还活得好好的？可能是我来得太早，危险还没有来吧。就拉倒吧你，明明是你！小心！没事了，咱们在这休息会儿吧。怎么了，小燕儿？有什么想说的吗？姐，谢谢你。说什么谢呀？还有，对不起。自家姐妹客气什么？这可不像我个性鲜明的妹妹啦。这只能说明我成长了呀。啊！快走！
行，这样两个人都跑不掉。你先走，我去引开他。愣什么？快走呀！那你小心点，快走。你竟然为了他和我动手！他对我有救命之恩，但是他知道了长生不老药的秘密，如果把他说出去，他不会告诉别人的。哼，只有死人才不会说出去。不是和我们一起穿越的黄明？什么？你说什么？他不是和我们一起穿越的黄明？对，他不是。你们在说什么？我已经找到长生不老药的线索，只要你放过他，我答应带你去找。什么秘密？就在小岛的西南方。好，我答应你，但是我有个条件，在我们找到长生不老药之前，他必须和我们在一起。好。好。去救你的，小燕，小燕，怎么又是你？你还有完没完？我只是想救你，小燕。我不需要你救。如果我真的死了，那就去他的。可是你死了，你让爸妈怎么办？爸妈？他们不是还有你这个他们的心头肉吗？而且，你口口声声说我会被杀死，可是为什么我到现在还活得好好的？是我来得太早，危险还没有来吧？就拉倒吧你！明明是你！啊！小翠！啊啊啊啊啊啊！是我姐救了我，你呢？这两天去哪儿了？我啊，我这几天去……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因为你该死啊！大海燕，大海燕，小燕，小燕。小飞，六万婆肯定在这附近，咱先去找六万婆吧。走。你等我，等着我。
德鹏，徐磊，怎么了？谁在追你？是那个曾经袭击过我们的人，他要杀我们，他要杀我们，快跑！走那边。刘万鹏，虽然现在让你跑了，但我知道你一定会去那儿，一定会。走。你干嘛去？我要去救我妹妹，绝不能让导游那个混蛋再这么穿越了。不用了，他已经死了。死了？他只是穿越了而已，穿越到了我们刚上岸的那个时候。穿越？那真的是穿越了，回不到的过去，走不出的未来，他只是个被困在某个时刻的傻子而已。青莲台上求大道，菩提树下悟长生。我现在终于明白了，这个世界上根本就没有长生不老药，他只会不停地穿越，穿越，再穿越。
你去哪儿？去完成我的使命。你不是说没有长生不老药吗？但这是我的使命，即使它不存在，我也会永远找下去。那我和你一起去吧，正好可以去救我妹妹。就在刚才，你不是已经把她救了吗？走吧，离开这里吧，别让自己再陷入一个无解的死循环当中了。顺其自然，这不是你教我的。顺其自然。走不到的过去，走不出的未来。Hey!